我不得管你的手下回我进家没差，我应该帮你提着催泪等你来送呀。我是风行者 Wing Boys， yeah! 我只能说这一团算是下半场的我的第一个惊喜，然后再加上我刚刚听了就是他们在唱歌的部分，其实他们都没有弱调，我其实一直从头到尾想要找看看有没有缺点，或者是我想要挑一些毛病，哎，还真的有点找不到，对。然后在上半场的时候，小潘就我对他印象有记住这样子。那下半场，我有点被你圈粉了，对，还不错，就很棒。欢迎老师，鸿雁，我很喜欢你的表情控管。然后小心，我的心被你拿走了。哦，因为他其实也有很多小表情，是，所以我就会一直在看，就觉得哇。蛮开心的，没想到真的杀到阿林老师。欧弟老师给出了10分，阿林老师给出了9.5分，坤达老师给出了9.5分，建智老师给出了9.6分，38.6分，也是原子少年第二季当中第一次终于出现了满分10分的成绩了，小潘潘。没有哭，没有哭。危机四伏的冒险旅程即将展开，穿越宇宙，彼此碰撞的少年们将爆发最强光和热。TVBS 42频道8月21日起，周六晚间8点准时登舱。